代主席，在今次的討論，我們集中討論政府有關於管治、政制發展和行政地方行政。我想先談談總目21，有關於行政長官的開支問題。代主席，我們這個特首在未上任之前，用甚麼令市民不信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呢？他最厲害就是他是一個很勤力的人，最厲害就是拿一張椅子、拿支筆、拿張紙出來。不過上任之後，這個特首就影都不見，他做了不夠兩年，差不多是有四個月不在，他總共外訪了9日，直到今日，休假是57日，所謂的內交，即是去國內那些不同的城市訪問，做些我們香港人都不知道他做些什麼的，是50日，總共是116日。我們現在香港這個情況呢，難聽一點說是一撇屎。大家都知道剛剛發生了的高鐵的事件，政府無論是說它的運輸房屋局，以及它77%擁有這個股權的港鐵，大話冚大話。一個政府爛成這樣，我們看一看特首去了哪裡，影都不見。上個星期，剛剛過了去這個星期，是我們的政改的最後那一天，5月3日，一如既往他又不在香港。梁振英又很聰明，梁振英可能是吸取了他在香港每見比人多見一天就一路扣分這個經驗，因為他做親講親所有的事情都是令市民是極之憤怒。他現在做了精仔，他就扮懵、扮不見人、扮失蹤，在最重要最關鍵的時候他就不在香港。有沒有搞錯？我們出這麼多錢糧給他，當然他不是自在，但是我們見到這些是納稅人辛辛苦苦儲出來的公帑來的。他住的是禮賓府，用的是一大堆的下人、司機等等，他不在不在這裡，糧要照出。但是呢，最重要的時候呢，影都不見。他所有的最不想做的那些呢，他是很厲害的，他卸了博。大家都知道呢，政改肯定呢是他答應了市民，說他在任內要解決這個普選的問題，他就扔了給好打得的林鄭。那晚點先講的林鄭最多的爭議不在這裡，扮失蹤。所有一些香港人要求我們是可以給得到的，包括一個沒有篩選的一個普選的方案，我們的要求是包括公民提名的一個普選的方案，從來不講一句，扮無知。一個這樣的特首怎樣可以跟我們的市民說呢？還有不要忘記，他還在說他現在呢是沒有排除過呢他要連任的。哇，這個人面皮厚到呢真是離曬譜，他連這一次他自己手上的事都是做不到。他答應了我們多少事，大家如果找他出來，他那個所謂政綱、醫療、勞工、政制、經濟、教育，差不多沒有一樣東西是交到功課。我們的管治，如果你看上個星期發生的事，以為根本香港去了一個第三世界。一條講緊660多億的一個這麼重要的工程，你叫大白象工程也好，順應一下國內這些叫面子工程、政治工程也好，拍曬心口當年說要做，現在呢差不多爛尾又要遲了。那個下面那些官員和那個完全不受控制的港鐵這樣的話，他居然可以影都不見回來，還要說一些真的很反感的說話。他不去解決問題，他說了一句應該要怎樣要相信這個我們的張炳良局長，好像不關他事。他現在由一個特首變成什麼叫做評論員，評論員不要收那麼多錢人工啦，叫他加入黃永平的組織啦，叫評論員嘛，不是真的做事的，評論一下這個啦，評論一下那個啦。
不要關他事。五一黃金周他最厲害的了，他說自由行就是因他而起的，所以他救了香港的。於是乎五一之前的爭議，包括他的局長叫我們包容一些內地的小童是便溺，令到整個社會撕裂，又或者呢去到之後即是我們見得到國內和香港一些很大的張力，其實是不是這個時候他這麼厲害的，他跟國內又說關係很好，個個中央跟他這麼熟，是不是應該走出來告訴我們他有心有力去解決這個問題呢？沒有，又是不關他事。我們怎可以接受一個這樣的特首呢？他還要告訴我們他還要繼續來的，卷土重來啊，分鐘2017年無論這個假普選的方案過不過到，我相信他面皮一樣那麼厚，因為他都不止一次的啦，他以往都告訴我們，但是告訴香港市民他 N 屆都不選他又選，他可以厚面皮說或者要罵唐英年他家裡即是說是有僭建，他自己原來都有。這個人就是這樣厚住面皮講住大話，現在再加上就是開小差扮失蹤。大家見得到如果任何一個機構，如果個最高的負責人呢他是真真正正是有個承擔的話呢，他的馬仔啊那些下屬呢怕且呢都會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得好一點。不過如果你知道你老闆呢是練精學懶的 A 字博找機會呢是縮得就縮匿得就匿呢，咁所有人都認識㗎啦，你見到而家係咪即係最重要嗰個財政司司長原本應該坐喺度聽我哋嘅辯論嘅，又或者阿林鄭講緊同佢有關啦，政制事務一樣係影都唔見，上梁不正下梁歪。嚟緊呢幾年特區政府嘅管治呢從呢一度呢你可以想像得到係點。所以如果我哋仲係要靠呢個特首去繼續去管治帶領呢個團隊呢，我哋真係肯定所托非人問道於民。另外一方面我哋睇下我哋呢一個總目要涉及嘅政制事務係點啦。政制事務呢就交咗俾我哋嘅三人小組，包括好打得嘅林鄭月娥司長，我哋嘅滿口講法律但是市民都不太明白他的法律基礎在哪裡的政務律政司司長，以及負責內地事務的譚志源局長。這三位仁兄呢仁者，我想我們唯一記得呢就是在政府出錢打到很漂亮的光燈啊，用很多錢那些公關公司做出來的那幾個短片怎樣說有商有量，原來是一錘定音，然後臨到尾呢就真是搞笑了。手握大權負責寫報告的司長居然說叫人家給條路他走，哇我這個真的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他老闆說得語言藝術多呢，現在全體特區政府官員包括我們以往我們都有少少驕傲的精英啦，即是大家都知道文官制呢政務官都叫做精英啦，咁樣讀書比較好做事比較認真，而家可以識得講大話講反話呢眼都唔眨，邊個俾條路邊個行啊？香港市民有咩資格去決定將來政改個方案啊？如果有就唔使佔中啦，有就唔使電子公投啦，根本就冇，一路咁樣轟炸我哋，請曬啲國內嘅高官嚟，全部定曬一個鳥籠，個鳥籠係咁㗎啦，你一定要係跟呢個行，如果唔係呢就唔好行，叫人唔好行然後叫俾條路佢行，啲乜嘢嘅道理呀？有冇搞錯？所以你話叫我哋喺今次有啲同事提出嚟，我原本都覺得有時都諗下都好打得，冇理由要扣減佢嗰啲人工或者佢個三人小組啲人工，但係睇返下表現咁不濟，做事咁唔負責任，
倒轉啲嘢嚟講，咁我哋點樣可以收貨呢？咁圍觀嘅你都要俾啲下屬睇啦。如果真真正正係做到佢要做嘅嘢，大家都知道呢，佢呢幾個月唯一我哋可以記得到嘅，起碼同我哋本會啲同事傾過呢，係乜嘢呢？一餐晚飯囉，大家好記得係咪去佢嗰、那個山頂白家道個佢個官邸食嗰餐飯，一個早餐啦，同埋每一個黨派都可能會留個零鐘，最後我哋閉黨交信嘅時候呢，就有15分鐘，就係咁多嘅喎，就係咁多呢幾個月嘅，就係咁樣要交貨。然後話嗰啲叫可能呢，就咁港鐵呢就交唔到貨呢，就賴地硬。呢一種賴地硬嘅作風呢，就政制事務局阿林司長都係冇路行，自己掘條路呢係掘頭路嚟嘅，係唔係通向普選，係有篩選假普選，然後話冇路行。幾個月有冇真真正正面對市民呢？冇，除咗嗰啲建制預備好嗰啲舉中指嘅一啲嘅活動，大家睇嗰個電視都睇到啦，係咪搞到啲小朋友出嚟要做戲，冇係真係面對市民。點樣令我哋信服佢係真係盡咗責，為咗香港2017、2020嘅普選係去做一啲應該做嘅嘢呢？佢有啲咩面目去收足呢份糧呢？仲有喎，政制事務局唔單止係佢喎，仲有副局長啊，仲有一啲政助嗰啲，我哋真係完全睇唔到佢做咗啲咩嘢。搖旗吶喊嘅有做，真真正正係要幫香港搵條出路嘅呢，對唔住，係冇。唔使搵佢啦，食飯食早餐係咪？唔使咁多錢人工去做啦，咁樣。好啦，再講財政司司長是令很多人失望。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公务员，亦都做了主要官员好一段日子，做了到现在这么多年的财政预算，一是就计错数，一是呢就口讲就需要一个财政的计划，令到香港带领一个是有我们有长远未来，有一個按部就班，有一個明天的一個財政的一個安排，全部都是齋噏。交出來的呢又是那些東西，即是叫先一點叫赤字，然後還回個有盈餘的預算，跟著就說沒錢的了，你不要跟我講長遠的東西，我不會跟你講的，我們鋪鋪清，我們的政府是喜歡鋪鋪清，白白浪費了很多的機會。我們派出來冤枉那些錢，我們計計埋埋差不多成千億。現在講全民退保那個起動，學者選選出來的都不 是街邊那些人去選出來，也都包括是香港大學的學者統計的專家講出來，那個啟動的基金是500億。然後政府當然它有一個承擔，最重要的最能夠幫到香港解決未來的是沒有去做，仍然是這個賴地硬，仍然拿出來的什麼呢？未來基金。我們以為未來基金是幫我們解決香港長遠，特別是基層市民或者是一些我們叫沒什麼能力在個社會上是能夠有機會討價還價這一群呢有一個指望，不是，原來講穿了呢是只是做基建，都是呢分啲豬肉呢是給一些很大的承建商啊，一些顧問啊等等。即是我覺得這麼爛的政府，這麼爛的特首，這麼爛的主要官員，香港真的很可悲。我們覺得政府如果不是再是要痛定思痛的話呢，香港真的沒有運行。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代主席。